这个汉城他有工作能力，他卖不行，可是他联系保卖联系是的可以。可是说我是担心负一次，因为这个事情咱们就得留个心眼，就是一个是有工作能力，就是说怎么讲，你不能把所有的实体都交给他，你都指着他，他第一他会给你讲价钱，对不对？第二你容易丢了生意，他把生意带走了吗？